为了获取更好的拍摄体验及解锁更多的创意玩法，我们建议您使用最新的固件进行拍摄使用。固件升级前，请确保 DJI RSC2 电池以及移动设备电量大于 20%， 并安装好您的 DJI RSC2， 完成平衡调节。以下将为您介绍如何进行固件升级。长按云台电源按键，开启云台，打开 Ruin App， 点击连接设备，在设备列表中选择 DJI RSC2。 当有新版固件发布时，在 Ruin App 主界面上方将自动提示您进行固件更新，点击立即升级将开始固件升级。升级过程中请勿关闭设备或退出 App。 升级成功后将弹出固件升级成功的提示页面，点击退出即可使用最新固件下的设备。若升级失败，请重启设备和 Ruin App 后重新升级。感谢观看。